杀的是不是狙击我的？这是不是小田啊？这个人有点猛啊！大逼哥这次真破防了，和翔哥组牌被连练好几把，祭出招牌克烈被赌泉水杀，破防之后准备打匹配泄愤，谁知被31-0的黄金神僧人都踢傻了，大逼哥彻底红温破防痛哭，人已神志不清了。哇，我今天打的心态崩了，真的破防了，我操！一直在那里叫叫叫叫叫叫叫，吓得玩你妈西吧，灵魂神，给他干西吧，你妈！玩吧匹配吧，兄弟们，我先赢一把，等一下这个。这个不能这样子了，我先让我赢一把就好吧，这个不然我真睡不着了。我赢一把，赢一把，赢一把，赢一把就休息吧。我如果匹配都带不动的话，我真的要往 KPL 去了，真的。艾欧尼亚昂扬不灭。不好意思大哥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我的我的哥哥，我平时不会这样造句的，但是呢，理解一下哥哥。主要主拍打不了了，现在只能这样了，哥哥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哥哥，对不起，我的。哇！等一下，我这个要杀。我们金哥在塔下吃兵了。金克斯那么喜欢吃兵，我怎么打不了字啊？没事，坚持吧。拉扯，这个就是拉扯，你们，他开疾跑在平 A， 致命节奏不是致命节奏啊，你是迅捷步伐。没事，闪现上去，还想下这个卡牌 W 中了，还在 A 挂杀，但是可以杀，一技能放的非常好吗？好，打个六。为什么这个能发，前面那个不能发呀？什么情况？完了，我觉得我得降温，兄弟们，我现在有点那个。兄弟们听我说，兄弟们听我说，打团就打前排，对面全 AD， 多出不假，不会出不假血，能出不假血就出不假血。小丑别人不理你，不是别人理不理我，这个我打个匹配叫他们玩游戏怎么了？兄弟们肯定要叫他们玩游戏啊。金哥是别追了吧，哥哥你杀不死。好吧，没想不会吧，匹配要输了，上去了哥哥，瞎子啊，你是瞎子还是他是瞎子？哥哥你怎么看到瞎子还不走啊？大哥喂，没问题，救，你是瞎子还是他是瞎子？哥哥你怎么看到瞎子还不走啊？大哥瞎子加个微信吧，哥让我赢一把，真的。你装什么逼？弱爆，完了，有点像个小丑，他肯定会来抓我的。我其实故意亮的弱爆，让他来抓我。他来抓我的时候呢，真来抓我了！你这个人妈呀，很容易挤啊！我发现这个瞎子，真搞笑！你看看你挤的样子，我就亮一个弱包你就来抓我是吗？怎么那么可爱呀你？这瞎子真的是搞笑！别走！中小龙女们，听我指挥，我是多英帝。大逼，我怎么打不了字啊？我是硬币哥。哎呀，打不了字，妈呀，垃圾游戏字都打不了，你让我玩游戏是吧？我发现我这边的队友们不是很爱打字的啊。梦年帅哥，跟着我无敌，你上来好吧，哥哥，直接跟着我行不行？不要，乌拉我一开始干出皮板 ，Come on！真的哥哥，我拜托你了，真的哥哥，我来吧，真的，你别这么高冷吧，大哥。你去上吧，你去上吧。你把我屏蔽了呀？
上路吃完吃下路全给你吃。你还是别吃了，哥哥。什么意思这个？我开大了，兄弟们怎么样？谁开个 W？ 我这么看一下，兄弟们。什么？点错了，这不是匹配吧？我不可能匹配这样子被点虐吧？这瞎子是不是狙击我的？这是不是小田啊？这个人有点猛啊！21-0-4，一次都没死，超神瞎子。哥，你可以，你方便告诉你的大号吗，兄弟 ？Nice， 这个上人掉了，不错。哎，真的别大哥，不是你每次跟我说我吃上路线来吃下路线，你不是也一样的吗？吗？你也是啊，找机会吃上路线。啊，完了，我真的要，完了，我已经疯了。我为什么不跟对面的人吵架，跟队友吵架呀？我操，我这……哎，别，真别，真别，你杀我，妈呀，你女朋友心。太吓爱你！对面中野，我跟你们说，肯定是来狙击我的，真的100%，我只能说，他们两个已经把我杀了，真的是，我被他们抓了5次至少。等一下，我截图举报他，他这个肯定是小袋，我一定要截图你们。截图个屁啊！我操！梦魇大招又好了，梦魇想飞中路，但是这个位置感觉是梦魇是不好杀这个瞎子，瞎子有闪现的，能杀他吗？哇操，这个回头 Q 一下，星矢打出来，我们这个是死亡闪现，哇操，这个还梦魇在跑，还在跑，怎么说？这个瞎子还没死吗 ？Q 过来星矢马上就好了，又来了，我操，英雄登场。半个人。早点蹲，没看到，去！一个头，我是不是还没睡醒啊？其实我是在做梦，然后我在梦里，对，我在梦里打游戏，然后我还没有睡醒。今天是2021年9月份，我在准备世界赛，我应该是没有睡醒的，我可能在冰岛的酒店里面睡觉，我可能做了一个噩梦。这是在梦里发生的事情，对，没错，可以。好像也不是啊，好像是真的。等一下啊，我来。别被瞎子 Q 好不好，兄弟们？追吗？追吗？追个屁啊！直接救我吧，直接救我吧，兄弟们，拜托你们了。这么小，30-0-7。31-0-7，没有，我不嘴硬的，兄弟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多硬币了，我不嘴硬。今天我的问题，道歉 ，sorry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离线了，我给你发好友请求了。别对自己的要求那么高，你已经不是职业选手了，不要说这种话，说这种话的人，妈呀，直接。我的，对不起兄弟们，对不起。我看到萨博的大号在线。没什么。没事的。啊，掉这个号没好，没你好友哎。加了吗？他刚回请求了。拉我一下。